大家好，我是八七兔子。前不久收到一位粉丝的求助，他想用一盒八颗球做一个实心的爱心送给他的好朋友。他的要求是这样子的：第一点，数量刚好是一盒球216颗加6颗等于222颗。第二点，作品要固定好，并且包装牢固，快递收到后不会变形。于是就有了这期的瓷玩 Vlog。在后来的聊天中得知他是高三刚毕业，想要和心爱的人表白，这样的事情我很乐意帮忙，于是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他。但是我去年发的实心爱心教程只需要171颗，那剩下的51颗怎么办呢？我用50颗做一个平面的爱心，最后的一颗没有办法，就当是代表一颗真诚的心。我的寓意很简单，从一维的点到三维的空间都是满满的爱心。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给他制作爱心的全过程。